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人和佛的形状差不多，但是想的一样吗？形状差不多有什么用啊？脑子里想的都不一样啊。师父现在就是叫你们想的跟菩萨一样啊。你们如果能够转变，跟菩萨想的一样，跟佛一样，那你样子已经像佛了，那你脑子想的跟佛一样，你不就是个佛吗？我们脸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啊，两个眼睛啊，眉毛啊，鼻子都一样、啊、为什么你们心跟菩萨不一样了、啊、就是要把你们心修好，那么心跟身体跟菩萨一样了、啊、不就是观世音菩萨了吗？修行就是要认识根本，找回根本，就是要跟佛的根本要同声同气，讲出来的话是一样的，观世音菩萨的话慈悲啊，呼出来的气都是要像菩萨，那么你就会迎来同光，就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光啊。你们知道，如果你在单位里跟菩萨一样，你只要来上班，大家等着你来了就好了，我们一看见他就开心，这个人一来都保证解决了，我们这里就不会吵架了。以理服人，以德服人呐、啊，以道德服人。以理服人，大家都会讲道理；以道德服人，那是最重要的。与菩萨的光同尘，就是说跟菩萨的光在一个平面上，叫与光同尘。但是呢，就算你跟菩萨一样了，你不要露锋芒，这就是我们说守戒。找不到本源，就像一棵树一样会枯掉的，没有水呀、啊、树会枯掉的，没有叶子啊就不会长出花呀，那就一定没有法果呀。你修行修了半天，你连个果报都拿不到，你求了都不灵，就叫没有法果呀。你求什么灵什么，就叫有法果。你要有佛果的话，你要有佛的精气神，所以叫精神，这个人有精神。人家把气拿掉了，因为气本身就有的嘛。精神从哪个地方来的？眼睛啊，很多人眼睛呆滞啊，感到前途渺茫啊，七八十岁了，很多老人家眼睛就呆滞啊。你们到养老院去过吗？你去看看几个老人眼睛能够有神的，念经念的时间长，眼睛要有神啊。观世音菩萨说了，众生千遭轮回苦，就是众生的一千个遭遇啊，都是在轮回的苦，因无定慧难解脱呀。因为人呢、啊、定不下来，没有智慧，你怎么解脱到轮回苦啊？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出三界呀、啊？为什么你们转了一圈又跑到人间来了？我要你们出三界，不在五行当中。无始劫以来，你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呀、啊、有无量无边的罪业呀、啊。想想看，你们上一辈子有罪吗？在前一辈子有罪吗？我们一生出来就有罪，你们上辈子做的业了，你们上辈子有罪，你们带到了这辈子啊，你们的灵魂从上辈子的前一辈子带到了这辈子，你们的业障深重啊，所以你们当然有罪，不是指你们现在啊，就是告诉你们，这罪孽是前世和长久以来与众生产生了牵绊，
和纠葛的因缘关系，牵绊就是大家彼此拉住纠葛，所以有善恶两缘。很多人问我，卢台长，我有缘分吗？我有时候觉得他真可怜，他问出来这个话就是根本不懂了。因为缘分有善和恶的两缘，你问我台长缘分有吗？当然有缘分了。你看我能嫁给他有缘分吗？有，没有缘分你怎么会碰到他？问题是善还是恶呢？所以形成了冤亲债主，你们每个人都有冤亲债主，你们的孩子可能是债主子，就天天来问你们要钱，有的孩子把爸爸妈妈这么折磨死了，叫要命，从小花爸爸妈妈的钱，不是要钱啊，要钱要命，不是冤亲债主啊。男孩子呢，结婚呢，又要捞爸爸妈妈一把，女孩子养大了的，临走出去了，你可以不要再给我负担了，还要捞爸爸妈妈一批嫁妆。爸爸妈妈只要生出来的就是讨债鬼。历代宗亲的关系，这种缘分，善恶当中不断的轮回，冤结越结越深啊。所以人家说冤结宜解不宜结啊，到后来越来越深啊。情感缘用情感方法还，如果钱财用钱财的方法还，物质嘛用物质方法还，生命嘛用生命的业债还。所以很多人不是来要什么的，是来要命的。很多孩子啊，把爸爸妈妈的钱用了差不多，最后还要老人家两条命啊。我们呢要懂得天外有天，山外有山啦。有时候很多人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在单位里在外面很了不起，我告诉你啊，比你有本事的人多得很，比你有能力的人多得很，老实一点吧，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！这个世界真的有本事的人多得很呢、啊。有时候一件事情要出事之前有预感的，你只要静下来，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出事。这件事情你觉得成功不成功，你只要静下来5分钟到15分钟，你会有感觉的。这个感觉就是头上三尺有神灵，要么是神灵给你，要么就是菩萨给你，就跟你做梦一样的呀。其实不是菩萨给你托梦，是护法神给你托梦。很多梦你要解很容易解的。你说菩萨为什么不能把他自己知道的直接告诉你的？因为我们是在人间的，他有空间的。就像很多菩萨到人间，他来讲寄语，人听不懂的呀。菩萨这么有威望，菩萨这么能干，为什么菩萨不能讲白话佛？他能讲的呀。那我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就知道了。诗人他写诗能写出白话，他为什么要写诗啊？菩萨为什么要讲寄语啦？境界呀，高尚啊。你叫菩萨跟我们做梦，菩萨讲出来肯定是诗句啊。所以梦你不能用人间的思维去想啊。那么为什么诗不能讲呢？因为菩萨就是要有这么个人的身在人间讲给你们听，就是翻译了。其实诗不就是一个佛法和白话佛法的翻译了。希望你们好好努力，希望你们成为一个没有烦恼的人，这是我最大的希望。你们如果没烦恼，你们个个来了都笑得出来，开开心心。谢谢大家。